OK， 这个是正式的设计视频哈、哦，然后呢，现在我调的是4:3的这么一个排列。OK， 首先要保证输入在上面有足够水，不然脱力不够。OK， 开机。好，过去的时候当光电一感应到，它就会亮了。那输入在不需要有足够的水。OK， 4:3。 到了，它就自动砸下来了。OK，好。OK。OK，OK。那。 这个是前面包出来的，胸带看起来还很硬。OK， 快一点。OK， 胸带就这样子过去。OK， 产品就这样子出来了。那它必须要在这里冷却，不然的话它会散掉的。 哎，你好。